间，各位可以看到大家关心的容积是否自己规划的区域，我们从350降到337.5，降到300，而且是否也先行内部开始讨论环评要怎么去推动，从2800户我们降到了1562户。很多人关心，答案是是的，未来的周边的都更我们优先考虑，这是未来周边都更的终极住宅。那开放空间刚才说过了，这整整的18500大于原来的16100。另外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专业团队，杨伯荣建筑师跟台湾世纪公司3个月以前加入我们，谢谢他们的努力，他们会和市府一起工作，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各位给我们3分钟，谢谢。是我刚刚说的音量，你要跳到那边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补充介绍好刚刚与会关心的贵宾，首先是杨玉堂杨里长，谢谢。然后呢，除了刚刚陈立辉议员跟洪建议员本人到场之外。